越来越瘦了。小珍狂产30千和小蛮腰出现赖翻了。老爸胡瓜送50K 作为奖励。网民最有动力的减肥。台湾艺人胡瓜的女儿小珍胡盈珍之前爆肥到一个境界，身为爸爸的胡瓜就提了一个弱瘦身达标奖励他约50万令吉，因此他更要向前看。近期他与老公李进良复合，例行减肥100多天，包括忌口戒酒搭配运动等，现在产肉30公斤，惊人成果轰动网络。他5日在上健身房运动，透露想在暑假终结孤单。小珍一边听天团五月天的歌，一边骑健身车13公里，并晒出奋力骑车的影片，和老师 Toy 摆出搞笑表情。他被问到暑假有什么目标想达成，而且出国不算，因为花钱就办得到，顿时我想了又想，脑海一直停留在刚放的五月天的终结孤单，但是那花钱好像也办得到。挥别松垮肥肚的小珍现在大方穿上半截小可爱，露出纤细蛮腰，脸蛋也收腹 V 字下巴，透露暑假终结孤单，粉丝回应怪物的越来越漂亮，辣妈很强，加油等着看。据悉她瘦身成功的关键是控制饮食，积极运动，吃饭的时候习惯先吃肉再吃菜，晚上以后不吃淀粉，靠运动提高代谢和肌肉群。小珍和李进良复合后日前搬家，被猜测要结束分居了，不过马上澄清只是从楼下搬到楼上，原本的房子则改由弟弟入住。他透露夫妻互动良好，还不排斥再生第二胎，有关老公希望搬回家则说还需要时间。